所以最后总共花了13,631元。嗨，大家好，这边已经大概一个月前开始整理，原本是间仓库的，然后我把它整理，最后弄成一个还是仓库。两姐妹说这里还是仓库，但是可能就是我的电脑有地方摆了，有点类似一个工作的区域。然后这个月实在是太忙了，我先整理这一间仓库当工作室，然后又双十一又买了很多东西，包括34寸的21:9的荧幕，然后一些东西，哇，忙到现在已经11月26了，大概忙了快34天才有时间去剪整理工作室的影片，然后接下来要可能双十一开箱的影片才要整理。先讲这间仓库好了，我大概在 IKEA 花了9,685元，就是网络上直接订，看喜欢订一订买一买。后面这个柜子5×5的花了5,995元，然后呢还有一张餐桌现在在外面当餐桌，然后旧的餐桌拿进来给我当书桌，然后外面那个餐桌呢只花了2,490元，就便宜的买一买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我的旧餐桌要改成书桌，我又买了4只桌脚，花了400元，然后再加运费800元，总共花了9,685元。第一天只把餐桌租起来，当天晚上我马上就订了一把电钻 ，PC 用买了一把特价的电钻，1,999元。因为我发觉没有电钻不行，真的太花时间了，不如就直接冲了买一把电钻回来比较快。然后我后来在整理这些柜子的时候，发现用上面这些纸箱太丑了，所以又去买了这个收纳箱，总共买了6个大的6个小的，又花了1,947元，所以最后总共花了13,631元。当然还中间还买了很多东西啊，像小米空气净化器买了3台，除湿机又买了2台，这都双十一那时候的事。等到双十一的影片再来讲吧，我先把这间工作室的解决掉，好吧。我们再开始看影片吧。嗨，我也53，现在整理小房间了。那因为明天 IKEA 要送家具过来了，可能会送一个餐桌跟一个小柜子，一个柜子，然后可能把旧的餐桌搬进来这边给我当书桌用，书桌可能到时候摆这里，然后防潮箱还在这里，这里可能就摆那个一个柜子放杂物的。原本想说我书桌摆那边的，这样没关系，明天再看怎么摆。那就整理吧，用缩时摄影 ，Go。进来，请进。哇，有回音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大声。嗯。先打了。好好好。从这边。
好，快点去穿衣服，准备上学了。好，妈妈你要放哪里？对对。好棒哦！太强就可以。现在东西已经到了 IKEA 的柜子，这是餐桌，然后还有的四只脚，因为它有四只脚的就餐桌有了，总共花了哇9685。这个柜子182×182的柜子，不隔柜，它都摆正面。餐桌2400而已，桌脚四只桌脚400，运费800，反正给以后旧餐桌拿下来给我当书桌用的时候可以用。来开始吧。哇，妈妈这好重啊！哇，太重了。